那这个部分说完了以后呢，咱们给大家简单的去看一看一些典型的题目啊。那么首先呢，像咱们这个典型题目啊，里面呢比较典型的几类题目，像归类式的题目啊，再就是辨析式的题目以及概念式的题目。那么这些题目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怎么去理解？先说一下归类式的题目。什么叫归类啊？说我现在这面都是一个小圆圈，小圆圈，小圆圈，这面都是一个方块，方块，方块。我把小圆圈放在这一侧，把方块放在这一侧，这就是进行有效的归类整理了，对吧？那么归类式的题目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某一件事儿下面有一二三四五这么五条，另一件事儿下面包含了六七八九十这么几条。现在我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给你混到一块儿啊，大杂烩烩到一锅粥里面。然后我现在让你挑出来哪些属于第一件事儿了，哪些属于第二件事儿了，这就是归类式的题目。其实归类式的题目整体的难度并不高，无非就是两类，甚至于再给你加上三类，哎，你能够进行有效的区别划分。那这里我们更多的是来掌握一些核心关键点，你掌握了这些核心关键点就比较好做了。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道题目，说到某加油站啊，在泄油区设置了静电释放器。那么作业人员进入泄油区前需要接触静电释放器，释放身上可能带有的静电。那么根据能量意外释放理论，该事故防范对策属于哪一类？好了，那这里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里提出了这么几种对策，一个是防止能量积蓄，限制能量以及控制能量啊释放，还有延缓能量的释放。那么根据能量意外释放理论提出了很多种措施，这些措施是有混淆性的。哎，比方说很多同学就不理解，哎，防止能量积蓄跟你这个延缓能量释放有啥区别呀？限制能量跟控制能量释放有啥区别呀？而我们教材中往往也仅会用一些比较笼统的文字来进行描述啊，用这句话我给你简单的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教材它不说人话，他说出那个东西你当时看完了，看完以后呢啊，是这个东西我都认识，每个字儿我都认识，合到一块儿这句话我也能读得通，但是你让我用不好意思不会用。这就是他不说人话，他没有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或者是能够在我们理解范围内的一个核心词来直接进行区别。教材中经常干这种事儿啊，无论是技术科目也好还是管理科目也好，经常干这种事儿。所以我要给大家解决的是什么，我更多要给大家解决的就是如何高效的利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教材中未出现的相关的词语，我们来进行汇总总结，把它进行彻底的划分开。那么这里第一个防止能量积蓄是什么？防止能量积蓄是让能量不往上过多的累积。可不可以累积？可以累积，但是你别过多的累积，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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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了，这就是它的概念。限制能量是要限定一个范围，你不能超过这个范围。那么对于限制能量，其实用一个词就能概括了，叫做定量。我们只要能够定量定到某一个数据，你超过这个数据就是不行的，那这就是限制能量了。所以你像咱们很多机械设备在进行旋转的过程中，我们会限制什么呀？我们会限制它的最高转速，每分钟不能超过多少多少转，对吧？比方说对于电压，人在使用电压的时候，我们会设置安全电压的额定值和限值啊。比方说我国安全电压有效值的限值啊，50伏，你不能超过50伏，这就是定量，能够通过具体量进行确定的，这就是限制能量。而控制能量的释放，注意，控制能量的释放是让它不往出释放，你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该有多少就有多少，你给我在里面消停待着，我不让你出来，你绝对不能出来，你也不允许出来，不能动，给我立正站好，这就是控制能量的释放。那么延缓能量的释放是什么呀？延缓能量的释放是能不能放？能放，肯定能放，但是要慢慢的去放，给它放出去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说呀，安装了一个静电释放器，作业人员进入泄油区域前要摸这个静电释放器，把身上的这个静电给它释放出去，释放身上可能带有的啊这个静电。那很多同学说了啊，说这已经说了，说释放身上可能带有的静电，那么这道题肯定不是选 C 就是选 D， 因为 C 跟 D 里面都说什么什么释放了。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控制能量释放，我刚才强调的关键词是什么？是你能量要听我话，我让你走你再走，我不让你走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里面放着，我现在不允许你出去。那现在你身上如果带静电了，碰完静电释放器，这个静电放没放出去？放出去了。违不违背第三条所说的不让能量往出放？违背啊。
那么延缓能量释放，这玩意儿是一个慢速释放的吗？延缓是慢慢的放，慢慢的放，或者是延时的来放。你这也不是延时啊，对吧？我要进去之前啪这么一碰，身上啊可能带有的电能蹭蹭蹭全没了，那很快。所以很明显它违背了 C 和 D， 那这道题不是选 A 就选 B。 好，再进行继续的排除。限制能量怎么说呢？什么核心词啊？定量啊。我们要确定具体的数量级或者是数值。来，你告诉我这里你看到哪个数值了？一个数值都没有，它不体现定量的问题，所以肯定也不是限制能量。那这道题再把 B 划掉，所以 BCD 都是错误的选项，划掉，那你只能剩什么了？只能剩 A 选项，防止能量积蓄。所以他也说了，释放身上可能带有的静电，如果可能带有静电，这个静电逐渐往上累积的话，将会达到一个危险的程度。我们这不是防止你身上静电的累加吗？所以这才是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掌握的本质，去找到核心关键词，能够区分这些概念。那当然，关于能量意外释放理论，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也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咱们这道题简单的看到这儿啊，这道题选择 A 选项。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啊，下面一道题也是一个归类式的题目啊，说呢，假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某市的炼油厂组织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厂运行中的管线支撑和吊架变形非常的严重，那么有可能发生管线断裂破损、柴油泄漏事故。那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这个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啊，该隐患属于什么隐患？哎，很多同学看啊，一般较大、重大、特大隐患。这里先明确一个概念啊，咱们后面啊精讲课程的时候，我给大家来讲。对于事故隐患分级，我们只分为两类，一类叫做一般事故隐患，一类叫做重大事故隐患，并没有较大事故隐患和特大事故隐患的说法。所以这道题呢，先把 B 选项和 D 选项排除了。那排除掉的两个选项，还剩 A 和 C， 精彩二选一，50%的概率。咱们每年同学都有这种情况啊，精彩二选一啊，排除两个这个选项，它非常啊清楚，这两个选项有明显错误的，结果剩下两个选项看不出来，精彩二选一。哎，往往精彩二选一的时候，你们选的都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准，50%的概率，你就能给我把那个错误的选上啊，点儿背呢，对不对啊？那你也太背了。其实我们也不能说是你点儿背，不要完全的归结于运气，有一定的成分，那更多还是对于知识点的含义掌握不足。好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一般事故隐患还是重大事故隐患呢？首先我们来看啊，说他发现啊，该厂运行中的管线支撑和吊架变形严重，可能发生管线断裂破损、柴油泄漏事故。哎呀，这个东西我们想一下啊，说一旦这个管线发生了断裂，断裂油全漏出来了，漏出来满地都是，面积越来越大，结果碰到了一个电弧、电火花，或者是没有这个燃烧殆尽，或者是还有明火的烟头，啪，这个柴油着了，然后造成了大量的过火面积，结果把管线烧炸了，管线呢一段一段的嘣嘣嘣嘣，跟崩崩礼花似的啊，全都炸了。然后整个炼油厂啊被掀了个底儿跳，底儿朝天了，被夷为平地了，这炼油厂都没了。不但炼油厂没了啊，周边的这个环境设施啊，这个自然生态环境也被破坏了，人又炸死了好多好多人。我的天哪，这个事儿太危险了，简直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那明天就得上新闻。所以它是个什么呀？它是个重大事故隐患，对吗？注意，我告诉你错了。我说我哪儿错了？我分析的头头是道啊。那你告诉我刚才所设想的这些事儿，它不危险吗？你所设想的事儿危险，但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从这道题目上来看，这个炼油厂炸了吗？你告诉我这里哪句话说炼油厂炸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词语的描述为炼油厂发生了爆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没有这句话。所以你刚刚所想的那是什么？那是你想的，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呀。啊，所以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要局限在题干中，在题干中找到有效的词语或者是有效的指向性，不要去想题干中没有给你描述出来的事儿。你刚才想的是柴油这个漏了，然后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爆炸，那我现在还可以想到柴油漏了，漏了以后咱们这人突然就发现了，然后呢赶紧全场动员，啪就给它堵上了，没啥事儿，一点事儿都没出。有没有可能呢？也有可能啊，对吧？那是你想的，所以自己做题不要展开神联想，往往你的神联想都会把你引入到一个误区。所以这道题里面的核心关键点其实就在一块儿，什么有可能发生管线破裂啊、柴油泄漏事故，那还没发生呢，你有本事发生以后你再跟我说。所以它的核心点是在于发现了管线支撑和吊架的变形严重。
那对于支撑和掉价变形严重，我们怎么去界定？我们只需要看支架和掉价的整改容不容易就行了。你说支架掉价变形整改容不容易啊？很容易。我们只需要对支撑变形严重的支架掉价来进行一个临时支撑，然后进行支架掉价的替换就行了。我们没有必要说把整个管线进行停产，就为了换一个支架，没有那个必要啊。进行临时的加固支撑，然后进行替换，这就行了。所以整改非常容易啊，整改的难度也比较小，并不需要进行停产停卸。所以它应该属于什么隐患？应该属于一般事故隐患，而不是重大事故隐患啊。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很多同学的自我的认识，或者是自我的联想状态，会导致你做错题。哎，那这道题应该选择 A 选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概念式的题目。那对于概念式的题目，其实它的变形题是有很多的。比方说对于一些计算型的题目，哎，我们要进行计算，那这也是概念式题目一种。比方说对于一些某些数据类的考察，或者是啊某一个概念，概念中的一个关键词，我们把这个关键词挖出来啊，挖成一个空，然后问你这应该选择啊哪一个啊，这都属于概念式的题目。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道题啊。那这道题说的是啊，2020年，王某呢任总经理啊，张某呢为安全副手。那2021年的时候，公司新招了2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小李跟小陈。小陈为注册安全工程师，小李为刚毕业的大学生。那关于2021年培训学时，正确的是哪一个？很多同学看到这道题的时候，在2021年考试的时候，这是2021年的真题，当时就蒙圈了。为啥？说这道题出的好像就是个神经病啊！说你是告诉我了啊，有这个王某总经理，张某呢为安全副总，然后包括小李、小陈呢都是什么呀？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们也知道，对于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时长以及再培训的时长，这我们都能明确。但是你倒是告诉我，这个企业是一个高危行业还是一个非高危行业呀？因为高危行业和非高危行业的培训时长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对于高危行业，咱们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于初次培训和再培训的时长啊，初次培训咱们应该是说好啊48，再培训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时长应该是16。而对于非高危行业，哎，初次培训的时长应该是36学时，而再培训的时长呢是12学时。你这里又没告诉我是高危的，也没告诉我是非高危的，那我怎么来进行界定呢？好了，大家去想，你们先来对比去看一下，高危行业初次培训不少于48学时，而对于高危行业再培训不少于16学时。如果我现在的培训时长在初次培训这个基础下，我做的是48小时的培训，满不满足高危？满足。那如果我拿到非高危行业啊，我现在没培训36学时，初次培训我培训的是48学时，48学时小于36学时了吗？没小于。那满不满足要求？满足要求。其实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考察的是 ABCD 四个选项中有一个人的培训学时，无论在高危行业还是在非高危行业中均满足。那当你遇到这道题的时候，其实只需要考虑一个原则，就是就高原则。从严肯定没有错，我们就按照最顶格的那个条件去走，那对于啊它底下的那都不会有问题，我们就从严来要求。所以这道题咱们就按非高危行业去选，从严原则就行了。那你比方说王某不少于16学时，那这个16学时你得分呢啊。王某任的是总经理，2020年任的总经理，那到了21年要进行的是再培训，那么再培训培训16学时，培训16学时，如果是个高危行业，符不符合要求？符合要求。如果培训16学时在非高危行业中，符不符合要求？大于12学时，也是符合要求的。所以 A 选项无论在高危还是非高危行业中都符合要求，有问题吗？没问题，那这道题选 A 呀。好了，那我就说那 BCD 呢？好，你看 B 选项，张某不少于12学时，张某是20年任命为安全副总，所以21年要进行再培训，培训12学时。在非高危行业中，张某12学时符合要求了。那如果这个行业是个高危行业，你培训12学时满足要求吗？不满足要求啊，所以 B 选项有一个不满足。那你再来看小李，小李是21年的，对吧？新招的，21年要进行的是初次培训。如果是非高危行业的话，他应该是36学时，那么满足要求。但是如果你在高危行业中呢，48学时是不满足要求的，所以 C 选项也不行。那到了 D 选项，那就更不用看了。
小陈也是21年新招的啊，他这是20学时，你甭说高危非高危了，你非高危36你都满足不了，那肯定小陈这个压根就不行，所以排除掉 BCD 不就选 A 了吗？这还是很多同学并没有 get 到咱们命题人其实这道题想考的点是什么点，所以直接就给你啊，考完以后大放厥词啊，出的啥破题？命题人的手段高明着呢，我告诉你啊，命题人是绝对可能以自己的命题手段和题目难度的设置来进行控分的啊，所以咱们很多同学说每年啊，让好多同学打59分的，59分、58分，是不是咱们为了卡通过率啊，硬生生的把我这个分给我压下来了？我告诉你，人家压根不稀罕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啊，人家真的就是通过命题的手段给你压到了啊这个59分、58分，也就是说你真的就是打了59分、58分，都不存在人家去啊偷偷摸摸的做一些啊偷鸡摸狗的事给你改分。啊，说本来我是60分啊，为了保证通过率呢，然后我咔嚓给你往下随机的选取这么几名同学，给你压到了59分，不存在的，不要去想这个问题，那都是你们以为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啊，你光想了啊，说59分、58分的那么多，那你怎么不看看61分、62分的还一大批呢？所以命题人手段高明，高明在哪儿？高明在他所出题的难度能够基本符合他预设的通过率。也就是他出的这个题基本上能把广大考生的分数控制在他的一个可控范围内，比方说60分上下5分的一个范围内，绝大多数同学都是55分到65分之间，你想比65分高有没有？有，但是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集中在这儿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不要去想那些邪门歪道的事儿啊。好，那接着啊，咱们再来看下面这道题啊，也是一个概念式的题目，说呀，咱们这个啊某汽车制造企业啊，你引进可靠度高的自动化的生产线啊，那代替原有的这个人员手工操作生产线，那同时加强人员行为的一个失误校正和培训，那减少事故的发生，这种做法符合咱们事故致因理论中的哪一个？哎，这里出现了事故因果连锁理论，对吧？轨迹交叉理论、能量意外释放理论以及系统安全理论。其实这道题主要的核心选项是在 B 和 D 两个选项中来选择。事故因果连锁理论，你看到因果两个字，你得知道有因有果，来这儿你给我找因，给我找果，你都找不到因和果，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道题不能选 A。 能量意外释放理论主要强调的是能量要意外释放，我们来控制能量的意外释放。这里说到能量啥事了吗？没说。那你说你选 A 跟 C 干啥呀？好了，现在精彩二选一，在 B 和 D 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那么轨迹交叉和系统安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轨迹交叉理论实质上是从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两者进行出发。这两者什么呢？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们既不能放松人，也不能放松物，两者各处50%的平等关系，这是轨迹交叉。而系统安全理论能够让系统得以安全保障的，主要是以物来作为保障的，人只是作为一个主导和操作的核心啊，所以系统安全理论更多强调的是以机械设备和物作为主导体系的啊，它会更往上升一些。所以很明显，在这道题中，我们前面提到了物自动化生产线的代替吗？然后后面又强调了人员的行为的校正，所以它同时强调了人和物，而且两者之间没有主次关系。那既然没有主次关系，应该符合的就是轨迹交叉理论，这道题选择 B 选项，第二个选项啊。那有些同学可能在这听的会云里雾里，比较懵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没有进入到精讲阶段，进入到精讲阶段，我们会先对这些理论本质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述，来给你明确，然后我们再分析，这你才会比较轻松，对吧？你才会更容易理解。但是咱们现在呢，更多的是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些题目，来体会一下这些题目的一个形式啊。所以呢，你现在懵没有关系，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主题正课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不要着急，跟着我的节奏啊，咱们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啊进行。好，那接着往下来看辨析式的题目。对于辨析式的题目呢，可以说是在所有的题目类型中最难的一种题目。我为什么说它是最难的一种题目？因为辨析式的题目里面 ABCD 四个选项，每一个选项呢是针对于一个知识点而言的，所以呢这一道题中至少就要考出4个小的知识点。
而对于我们之前说的概念式的题目，就那么一个概念，那就是一个知识点，对吧？归类式的题目，要么就是两类、三类，或甚至于四类，那顶多也就是一个范围性的啊，这么一个分类的考点，顶多考这么一个知识点、两个知识点。但是辨析不是啊，辨析一二三四四句话呢，每句话都有错误的可能性，所以它考察的是四个知识小点。所以辨析式题目在当年考试题目所占比越多的，那当年的题目一般来说整体的难度就会越高。好，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辨析式的题目。说某食品加工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安装新产品自动生产线八条，那需增加人员编制，其中小王由原生产线的岗位调入，小张呢是新入职的员工，小李一个月前呢从本企业岗位啊这个离岗后重新上岗。那关于安全教育培训的说法正确的是，那第一个 A 选项，小王不需要安全培训，可直接上岗。你看看小王干嘛的，原生产线岗位调过来的，你现在是不是有新的生产线了？原生产线岗位和新的生产线岗位肯定会有工作不同性，所以你调过来以后能直接上岗吗？不能，必须要进行安全培训，但是一般只需要进行班组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培训就行了。所以 A 选项是不是错了？好， B 选项，小张在实习期间可以独立进行包装作业。你实习期间进行独立包装作业，那话你这企业多大的胆子，你知道他有没有熟练的操作技能，有没有咱们这个完善的一个体制，对不对啊？所以小张在实习期间必须是由专人来进行教导的啊，其实就是一个师傅带徒弟的这么一个原则嘛，得有人去带着他啊。小李重新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后即可上岗作业，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后即可上岗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它是出现问题的。问题在于什么？来，我问你，安全教育培训合不合格呀？小李重新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结果考得一塌糊涂，一问三不知，啥都不懂。哦，你说啥我不知道。行，上岗作业去吧。那你走了个形式主义啊，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安全教育培训之后要合格，合格之后方可上岗，而不是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之后即可上岗，中间差着一个环节。所以 C 选项也错了，那这里只剩下 D 选项了。小王、小李应接受车间班组级的安全教育培训。哎，进行车间班组级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厂级的。为什么？因为厂级安全教育培训，大家培训的都是一样的，那无非就是厂的一些规章制度。哎，你在各个岗位，咱们培训的内容都一样。啊，车间和班组级更多的是会针对哎你的具体工艺以及某一个班组所做的工作内容来进行专门的培训。啊，这是有差异化的。所以这道题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四个选项 D 选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道辨析式的题目，说生产经营企业是安全生产的主体，那么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那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列啊咱们公司生产责任制的说法，问你错误的是哪个？我非常建议大家在做选择题的时候去圈题干中的一个核心词。这个核心词未必会引导这个知识点的正确性，但是这个核心词很有用。什么？错误的。你包括上一道题，哎，正确的。我建议你把这个错误正确的圈起来。为啥？咱们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同学啊，让你选错误的，你给我选正确的；让你选正确的，你给我选错误的。而且在多选题中更容易出现。你说你是不会吗？你还不是不会，你还会。然后结果这道题让你选错误的，假设它是一道多选题的话，你把正确的啪啪啪给我选出来了，可是你非常牛的啊，给我把所有的这道题应选的答案全给我回避掉了。你还不是不会，你那就是审题不仔细呀。这种错误如果犯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建议你在读题的时候一定看清楚这道题问的是什么，问的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啊，一定要看好。好了，那 A 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啊，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啊同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我们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该是什么？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啊，主要负责人。这个主要负责人可未必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啊。那好，再来看第二个选项 B 选项，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实行咱们监管部门和工会双报告制度，既向监管部门报告又向工会报告，双报告制度正不正确？正确。强化部门安全生产职责，落实一岗双责，正确。那么企业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对不对？也是正确的。 BCD 都是正确的。而且像 BCD 这三个选项，只要你在相应的工作单位进行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常识。
你们经常在单位走着走廊里面那些报告标语啊，它肯定会出现什么双报告制度啊，啊什么这个一岗双责制度啊，啊咱们全面体系的一个落实啊，啊以及这个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啊 ,PDCA 啊等等，这些标语你们经常会看得到，所以这都属于常识性的内容了。那像这种题我们靠常识也是能做的啊，那这道题错误的选项只有 A 选项，第一个选项。好，那这是关于咱们一些典型题目啊，典型的举例给大家看一看，哎，让大家体会一下现在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生产管理整体科目的难度。我们也看出来了，这个难度其实并不低的啊，所以还是给大家提示，希望在后续的课程中能够跟随我的节奏好好的进行学习。